子刚丢了200块，然后又赔了一个月父母进去，我真的是我都死没了。不过，我能从杰帅手底下逃出去，我也算躲过了一劫。算了，就当花钱消灾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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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战场修罗，杀人不眨眼呢。不过离近了看，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，还挺好看的。还有他身上那香香的味道，哎呀，害得人家都紧张的说不出话。赶紧给我拿出去！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山怀，哎，老奴在。你对那个叫田七的小太医了解多少？回介帅，老奴只知道他是顺城郡主一起陪同过来的太医，其他的老奴就不知道了。明日一早，派人去太医署探探他的底。是，老奴斗胆问一句，杰帅怎么对那个小太医那么感兴趣啊？你还记得刚才我们在顺城郡主临位前，我叫他起身，他看我的表情吗？告诉我，你为何深夜独自一人在郡主临前哭丧？我姑且不论他为何深夜独自一人在追悼顺城郡主，就凭他刚才看我的心虚表情，他与顺城郡主之间的关系绝非他所说的那般单纯。杰帅，难道田七与顺城郡主之间……怪不得这顺城郡主死了，这田七哭得如此伤心欲绝。哎呀，杰帅，这顺城郡主乃是当今圣上赐婚给杰帅的，这如果这种有染的事情传出去，那他们是否有染如今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顺城郡主在大婚前死于我继府内，如若不能给皇上一个满意的交代，这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